灵王府翻嚟啦！系啦，咁就啊，我哋咪后咧，头先又讲咗好多不可告人嘅嘢啦，即系讲下人坏话咁样嘅，即系阿 Tracy 讲啊，唔系我哋两个讲啊，唔关我哋两个事。咩啊？黐线搞错，你系引导我去作呢一个讲述啩？你系想知我好明显？傻啦！我哋唔系坏话。我哋唔八卦噶，我哋唔八卦噶。系唔八卦，你又听我顶你啊！吹啊！系唔系讲笑啫？讲笑啫！咁就即系其实咧，我哋头先咧，即系之前咧就开始讲起就话，可能啲灵体引起嘅可能自杀啊或者点啦，因为我哋其实听开灵异故事啊，或者有啲人嘅 case 都会有啲咁嘅 case 啦。咁啊 ，Tracy 你又话有单嘢系同阿鬼古王头先讲嘅嗰个女仔咧，即系息息相关嘅，系有时间关联嘅。系啦，我都但系就超越咗一段时间，我唔知系咪你讲紧同一个女仔，因为你呢单嘢我就未听过。咁我爹哋咧系亦都系天主教人啦，我哋三代都系啦，最初我同你讲过啦，大家都。咁佢系一个不信鬼神嘅人嚟嘅，即系信神，信有耶稣嗰阵时佢都，因为你知道啦，嗰、那个年代咧就系即系我爷嗰个年代开始信嘅，因为嗰啲系打仗年代嘅时候咧，成日俾得最多物资嘅就系天主教啦。咁所以咧，我哋啲阿爷阿嫲咧就好信天主教，因为系佢真系赐给我们的食粮噶嘛，系咪？系系咯，咁所以就系啦。咁我哋顺势就爹哋出世就即刻洗礼，轮到我出世即刻洗礼咁样嗰啲。咁我自己亦都其实仲。跟住然之后我出世就之后又一路读天主教嘅学校嘅，咁我仲有去圣堂帮手嘅嗰阵时，其实我个八字里面都话我同鬼神好，即系同神啊都有缘噶，系同神佛有缘嘅，咁、可能嘅，你熟嘅，佢有呢个咁样嘅天主，你系属土人嚟嘅，通常咧土多人咧都系对宗教咧系会系会啲嘢，诶八字呢啲我都有研究嘅。咁然之后咧，咁嗰个即系叫少年期开始就好成日自己都好特登早啲五点几就翻去教堂帮手咧，做副祭啊，做埋神父左右手嗰阵时，觉得哇好威啊，做到左左右手，咁有时都会读下诗啊啲咯。咁我爹哋咧不嬲大话我细个就开始撞，因为我即系未见过我阿嫲噶嘛。我嫲年头死，我就年尾出世噶嘛，但我嫲就好恨女噶嘛，当时佢哋喺非洲，咁佢好即系未见过我，我亦都未见过佢，但系我由细个开始发梦，两岁我爹哋都话翻俾我听，有一次咧我系无端端咧瞓瞓下觉，坐起身对住个门口麻麻呆呆咁样嘅，即系喺自己屋企啊吓。就佢哋讲翻俾我听，咁佢谂住通常坊间都话细个易接触啦，系咪先冇理啦？咁跟住另外有一次系点咧？日日瞓着咗觉噶咯，全家人都，你谂下两岁啊？我屋企都几大嘅嗰阵时，因为如果你行到厨房都要上一级嘅，厨房做埋饭厅，跟住又有骑楼啊，你知唐楼系好大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全家瞓晒觉，佢哋帮我撒紧奶樽嘅，爹哋妈咪。佢哋唔知道咧，帮我插紧奶樽啊！大家瞓咗觉啊，已经烧干水噶啦。咁突然之间我自己起身咧，去厕所，唔系走去厨房闩咗嗰个石油气佢。咁我第二朝出翻嚟之后，第二朝醒晒咧，我爹哋嗰啲咧就即大哥啲再同我讲啊，你知唔知你救咗我哋全家人一命啊？吓，已经要着火啦，啲奶樽咧佢烧到胶入嘅嗰啲溶啊，乜以前嗰啲都唔系，因为。即以前那些不是那麼容易，不是以前那些是特別容易爛的嘛，那膠那些有毒的嘛，成煲曬乾水成烹的要丟，是我救了全家人，我還要是其實我家有三棟門的，除了外面那棟鐵閘即那個鐵閘門，跟著一棟木門，另外呢再遠一尺到呢都還有一棟鐵門的，因為多賊嘛，唐樓的時候呢就這麼三保護，因為開了冷氣那晚，他竟然說我竟然我現在其实我就冇乜印象呢一 part， 就我识得摔开嗰个门，开即系夹高去整开嗰个摔，然之后行入去厨房闩咗嗰个石油气炉，然之后翻去瞓觉，即系我系救咗全家人一命嘅，
当时有系啊，咁成日跟住完之后咧，咁就会有时夜晚妈咪带我出街嗰啲咧，即系四五岁嗰啲啊，妈咪点解嗰度会有个人嘅？呢度又会有个人嘅？哇！我呢啲听到咧，就你知嗰个年代咪讲唔好嘈啦，唔好嘈唔好嘈咁样啦，又唔解释俾我听喎。咁我每次去亲我阿婆度冲凉嘅时候咧，每一次我阿婆都攞碌入浴同我冲凉，我问点解嘅，跟住话冇啊香啊嘛。咁到你大个你就知道点解啦嘛，因为系啊，因为佢哋知道，但又唔想我成日讲，但佢又因为我爹哋就所以不嬲成日都唔信嘅，佢到而家都唔知系咪有嘅。啲人成日话有嘅，真系又好，即系佢系又好坚决唔信嘅啲人嚟嘅，边有鬼啊咁样。但佢又好欣赏我唔惊鬼嘅、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屋企咧，呢一 part 佢即系佢好，我成日都话我唔惊鬼，我咩好惊？我好细个已经同佢讲唔惊鬼啊，系我成细细个叫亲爹哋租啲带翻嚟咧，都租啲鬼片俾我睇噶。好细个就好中意，咪租错咗啲咸片翻嚟。唔会啊，你做乜？佢就定我就咧嗰阵时候咧。系咧，就是、僵尸先生系列啊！阿钱小豪啊，你都见到我同佢影相噶，我真系好哀我，好开心我嗰日同佢见到佢。咁跟住然之后我又唔敢讲话细细件睇你。咁佢成日租啲咁嘅僵尸片，我有一次问爹哋，我顶唔顺，如果你次次都系租僵尸片嘅，我点解冇啲时装片？啲时装片通常都系咸湿噶嘛，唔啱你哋睇嘅咁样。系啊，系啊，好多出嘅，好多。多古装咸湿片咯，咩金瓶梅啊，啊咩呢、這个系好多啲咩噶，金瓶梅僵尸版系嘛，系咯，有得谂啊！如果你话依家兴拍呢啲噶啦，依家3D 啊，一定要 3D 啊，要费唔到钱，佢好似绝对系要 3D， 有出揽枕添啊！系你继续，你继续，唔好意思插咗你。系，然之后细个即系嗰阵时候，佢成日听我咁讲，应该大个都唔多啲乜嘢噶啦。咁都跟住佢不嬲都唔信，咁就系迷，咁就系迷。佢啲 friend 又成日讲话见到鬼，我从来都未见过，同埋唔信噶嘛。佢觉得有耶稣撑住，点会有鬼咧？咁样即系咁嗰啲啦，都有亦都有佛撑住，佢信佛嘅，因为真系有出现过呢啲咧，释迦牟尼呢啲有出现过嗰啲咧。点为之出现过啊？历史上面真的有系啊！哦 ，OK， 唔系我以为话佢真的见到释迦牟尼企喺佢面前嗰啲添，系佢呢个系比较头脑，因为你知啦，呢种咧佢哋系夹杂着，因为啱啱系殖民地时间啊，你又要向科学嗰种头脑去思想先觉得系最前卫噶嘛，咁所以咪觉得人哋话撞鬼嗰阵时系唔兴话撞鬼噶，冇咁多法科师傅嗰段时间。嗱喺度我就真系要讲一句话，即系头先你讲话天主教嗰啲啦，即系唔好话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即系堪称依家堪称有嗰啲所谓嘅耶稣啦吓。我唔知点解我识其实好多呢啲人咧，佢哋话哦，佢哋信教嘅，但系又唔信有鬼，但系好明显圣经上面就有讲到有鬼噶啦。我唔明白点解呢啲人系唔信魔鬼一。魔鬼冇错，佢哋讲嘅魔鬼系撒旦嘅化身，佢哋用呢啲嘢去引诱你啊，即系话你听，其实呢个鬼咧系撒旦做出嚟去引诱你嘅啫，其实系魔鬼，因为当时撒旦咧好唔高兴啊，好唔高兴，点解咧？个个都咁尊敬天主啊，咁尊敬耶稣啊，而佢系身为天使之一，冇人拜佢嘅，点解净系拜你嘅咧？所以咧，佢系带走咗三分二嘅天使走嘅。咁呢三分二嘅天使咧就变咗系 devil 咯，即系魔鬼咯。咁跟住好啦，我讲翻言归正传，系咪好老土啊？你嘅说话系啊，好老土。就系我唔信嗱，你谂下佢一个系终极唔信嘅人啦。当时我谂佢四廿零岁喺机场做啦。我系咯，佢做到九七，而家都仲搬咗去新机场，都系喺新机场做嘅。我从来都唔信鬼，但系嗰朝佢翻早，喺得机场嗰阵时候咧，五点几咧，灯都仲好暗，因为未有人嚟噶嘛。咁佢嗰次咧就埋去佢同我讲过就系唯一呢一单嘅啫。佢到而家都唔知系咪噶。佢同我讲话咧，突然之间咧有个女仔问佢嘢，又系着住白衫白裙嘅、哦，咁啊指完条路俾佢睇咧。咁跟住一拧转面又唔见咗咯喎！喂，会唔会系即系头先鬼故王讲嗰个女仔已经死咗之后，但系喺机场出现咧？系啦，应该系死咗之后，系啦。如果系，定系死咗之后，因为佢近尾声噶啦，应该系喺九七年嘅九六年啊，咁上下噶啦，
九七年啊，九六年啊，九六年啦，好似系九六年讲俾我听噶。系。系啊。系啊，就系嗰段时间。但系即系当其时你阿爸见到个女仔，佢系 feel 到佢系真系似一个真人啊，定系佢都觉得有少少唔对路咧？咩啊？真人嚟噶。真人嚟嘅。人嚟噶。实体灵啦。实体灵啦。实体灵。系啊，问佢咩咁？但系当时佢冇惊过咧，因为佢唔信噶嘛。但系谂翻转头，佢真系霎眼唔见咗，一霎眼就唔见咗。咁佢都有分享呢一单嘢俾我听咯。唔系，因为嗱，即系讲起机场嘅话，讲好多啦。因为旧机场嗰度咧，就算系喺旧机场或者机场一路营运紧嗰阵时，都有好多人死啦。听过又话喺机场有人死啦，跟住又或者系。咩喺嗰度有條河咁樣，有人跌咗落去死咗啦，跟住有啲警嗰條叫香水河啊，係即係其實嗱，係啊，因為嗰條河好臭啊，所以叫做香水河。O K， 嗱，鬼故王你嗰陣時做咗咁耐啦，即係其實喺舊機場一路最經典嘅鬼故係咪話有個著西裝戴高帽嘅男人咧？定係啊嗰個係新機場㗎係嘛？舊機場都有呢個未聽過，呢個冇聽過，我反為咧，子啊嘛，嗰兩母女嘛。好多机场嗰啲人做嘢 ，Edmund 嘅节目成日讲噶，近排你花都翻佢嗰啲啊。嗱呢啲我都有听过，但系即系其实系喺鬼故王嚟讲嘅话，你喺即系机场做嗰阵时候，最出名嘅鬼故系边个咧？最出名个鬼故咧就反为咧，传闻嗰个咧就反而我觉得唔系好真，但系咧就传闻最多人讲嘅嗰个咧，其实就系话有个女人系拖 keep 啊，就走去问。问点样去即系喺佢喺机场外边嚟嘅，喺机场外边啊，就问点样去机场咧？而呢个古仔咧，就喺嗰阵时候咧，就外边去机喂，而呢个故事咧，其实识到咧等一下先，你嗰边唔知点解突然间好窒啊？一讲起鬼故又咁窒嘅喂。听得到？喂，系听得到。啊，听到啦，听到啦。系头先唔知点解突然间好窒。系好好啦，依家轮到阿 Tracy 啊，断咗啦。系喂，咩嘢事干 ？Hello。喂，系做乜鬼嘢？点解头先一下子一讲鬼故又断咗？我系咁打翻俾你，系你系咁唔听噶？唔好打俾，听唔到？系听到啦，哎，依家 OK 拨通翻晒啦，哎，真系好，拨通翻晒，真系好似好唔知点解啊？头先一齐，头先一齐断咩？系啊，系鬼故往疾，跟住你又断咗啦。哦，系啊，我讲开着旗袍嘅女人就断啦咁样嗱，再重复啦，再重复翻，因为头先你讲翻嗱。即系喺呢个旧机场，呢个古仔咧就旧机场咧，其实新年到而家仲有人讲紧嘅，但系咧而家讲咧有个版本已经唔同咗，但系我唔系呢个古仔，我反而虽然多人讲，但系我就唔系好信嘅，就话咧一个着住旗袍嘅女人啊，就拎住一个夹咧，个夹咧就系嗰啲有两个皮带扣嗰啲夹咧啊，嗰种旧夹啊，就喺机场嗰度咧就话要上飞机，咁样咧呢、這个咧就周围问人哋咧就点样上飞机嘅。就無論咩鐘數都有半夜三更啊！即係以前咧，因為機場禁夜晚黑咧就係禁飛嘅，因為嗰陣時喺市區啊嘛。咁半夜三更啲樹有飛機，佢都係要上機嘅。咁咧就周圍問人哋咧話要上機，咁人哋問你坐邊班機，佢就話佢話冇所謂，我要去到舊金山就得㗎，佢一定要去舊金山。即係三藩市揾你 Andy， 係揾你啊，揾你係 Andy 嚇佢。定要舊金山，咁啊講咩飛機唔緊要，咁啊講講咗好耐嘅，嗰陣時咧，我哋手機場咧成日都有人話，喂，你今晚出街睇下會唔遇到嗰個人，即係嗰個旗袍女問你舊金山點樣去啊咁樣。好啦，我知道一件事咧，就是、機場拆咗之後咧，係仍然咧呢、這個古仔仲流傳緊嘅，就係話咧呢個女人咧就。喺九龙城隧道啊，行过去启德机场嗰度，因为机场已经拆咗啦，佢连机场都去唔到啊。佢就喺隧道度问人啦，就话机场点样去？
又系揸住一个麦基，又系着住个皮袍，即系呢个古仔延续到而家仲讲紧吓。不过我 case 唔同咗，就佢已经唔系喺机场里边，就喺机场出边、哦、就去唔翻机场咁解。但其实有冇人去追查过呢？即系会唔会话系即系真系有个女仔本身系要去机场，可能佢去机场嘅途中搭紧的士或者坐紧车嗰阵时候发生交通意外死咗，但系佢一路有个怨念系要去机场咧？嗱呢个咧，唔系呢个 case 就唔同呢、這个 case， 因为咧呢、這个一个民间传闻嘅鬼故咧，传咗好耐咯，即系入机场就系讲紧咧，其实咧。就話佢有個男朋友就去咗舊金山，跟住就冇翻到嚟。咁呢個女人咧掛住佢，就後屘咧就掛住佢死咗。然之後咧，佢就算死咗都好啦，佢都唔知道自己死咗啊，佢都希望去舊金山揾佢。咁長情，呢個幾？佢應該搭船要咁樣。幾悲壯喎、啊、呢、這個？唔係都幾狠啊！哦、啊，揾你啊！你驚唔驚舊金山？驚啊！驚啊！你今晚就会在睡梦中同佢相见嘅啦。嗱、哦，你总之咧，如果你喺旧金山，你见到咧有一个着住旗袍嘅女人，而拎住一个咧有两个皮带扣嗰啲咁样嘅夹咧，你就千祈唔好望佢啊！点去？唔系知道见到冇啊？余行听紧你呢个听众嗰啲咧，搵人啊 cosplay 翻喺佢个公司门口陪会啊！唔该。难嘅，因为咧旗袍容易搵啊，但系嗰啲皮带扣嘅夹咧，我谂你而家好难搵得到。你点样搵？而家佢哋。咁啊系，但系你讲呢个就话你比较唔系咁信啦。咁有冇真系有边几单系你觉得你好信嘅咧？机场你作为机场入边嘅入边，真系冇听过，高帽我完全冇听过，真系系啊。O K， 母女都冇听过啊。嗰次 Evan 有个听众打电话上去讲完嗰两母女之后咧，订啦，即刻断。新机场啊！唔知两母女定两母子啊？两母子嚟嘅，成日喺两母子嚟嘅，一个僆仔，唔知六七岁到咁样样嘅，攞住个波系咁拍嘅嗰个新机场嚟嘅，但系即系旧机场啦，即系好似头先喺度讲话死咗，都系真系好多人喺入面死咗啦，无论系做工程又好，或者系甚至乎听过有一个直头卷咗入去个飞机嗰个咩引擎入边啦，系哇吓，即系咪真系有单咁嘅嘢咧？有真系有单卷咗入去嘅，系真嘅，系啦。但系至于后期有鬼故啊，冇听过。啊，翻嚟我讲一个俾你听咧，就系、是、当其时我哋有个沙展发生嘅。其实我旧年我都喺电台讲过呢件事，不过啱啱讲咗机场，咁我哋又讲翻啦。咁好啊。嗰阵时咧，多人咧就好中意机场嗰度读书嘅，去温书啊，尤其是啲学生啊，因为他嗰度咧就通上瞭望台嗰条楼梯咧就好直。咁咧就好多學生就坐曬喺度讀書嘅，咁我有時成我經過，因為上面有本簿要簽嘅，咁我成日上去都見到有啲學生咧男男女女坐喺度讀書嘅，就見到慣曬嘅，所以就冇乜理過佢哋。就有一次咧，有一個沙展咧，佢就走去辣間，咁個辣間咧就經過咧就見到咧就有個男仔咧就喺度讀書，嗰陣時夜晚黑嚟。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喂，通常啲人日頭喺度温書，夜晚翻曬屋企嘅，喂，點解夜晚黑你自己喺度温書咧咁樣？跟住第一次冇理佢啦，於是咧又見到有第二次又見到佢啦，跟住終於忍唔住口問佢啦，佢就話小朋友，其實都唔小朋友嘅，那個都應該講緊係高中生嚟嘅啦，應該考緊嗰啲考會考嘅啦，咁啊小朋友，你做咩咁夜唔翻屋企，仲喺度讀書？佢話我就快考試啦，我想讀好啲咯咁樣。跟住佢就話阿 Sir 啱啦，我想問你咧，如果我想做警察咧，要咩成績㗎咁樣？跟住話咧，我都唔使好成績嘅，基本上你中學畢業就得㗎啦咁樣同佢講。跟住後屘阿 Sir 話你我都有少少嘢唔識，唔知你可唔可以教到我啦咁樣，可唔可以俾本咁就俾本書去睇啦。我哋嗰、那個沙展咧，望一望嗰本書之後咧，就有少少愕然啊，窒一窒咁樣。跟住咧就俾翻佢，同佢講我唔識啊，我幫唔到你。跟住走咗。係。跟住走咗之後咧，翻落嚟哇，嚇到佢咧，真係我人即係變曬色啊！佢就話咧，佢俾佢睇嗰本書咧啊，係佢以前僆仔讀書年代。
嗰啲書嚟。哦，即係唔係呢個時代？即係可能係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教科書。係啦，係啦，唔係呢個年代嘅教科書，因為佢而家自己都係僆仔啊，佢自己係僆仔，知道自己啲僆仔讀書係讀咩書噶嘛。佢話佢俾佢睇嗰個，唔係佢應該嗰個年代。佢望一望就係佢做僆仔年代嗰啲書。哇！佢即刻唔出聲，佢知道自己撞完。嗱，佢俾翻本書嚟，話我幫你唔到啊！我唔好俾，梗係啦。咁樣就走啦。拎走佢本書。哇！你都好大膽嘅，跟住佢就走咗。啊，然之後就講翻呢件事。咁我哋聽到之後咧，佢形容俾我哋聽，話嗰個男仔係點樣樣。咁我睇下我哋有冇見過嗰個男仔啦。咁我哋話：咦，唔係我哋日日上去我哋都冇見過佢所形容嗰個男仔嘅。啊，但係嗰個男係啊，即係嗰個男仔咧就話。就同佢講，就話佢真係好即係好想當差啊咁咧就問佢咩成績，咁佢就好笑嘅講咗一句，佢就話咧，佢同佢講未頭先講過話中學畢業就得噶啦，佢話男仔都係駁咗一句嘴嘅，佢話唔係小學畢業可以啦咩？即係佢講咗句小學畢業可以，但其實佢嗰個年代即係小學畢業其實得噶啦嘛，真係小學畢業就得噶啦嘛嗰個年代。是啊，所以佢就再谂翻你嗰句说话，再加埋嗰本书，佢就觉得根本呢个男仔唔系呢个年代人嚟嘅，佢根本就应该系鬼嚟啊！所以佢同佢讲：你得噶得噶，去嗰度试下。啊！跟住俾 follow， 俾警察 follow 翻呢个 case 啊！警察都唔啦。唔係，但係即係其實好似你話齋啦，你嗰單都係你個同事遇到啊，你自己本身有冇遇到過咧？喺機場我自己就真係冇遇過，我自己喺機場。但係即係其實機場啦，即係依家拆咗啦，但係當其時其實咁大嘅地方咧，有冇話有啲咩地方即係佢哋都會話喂嗰啲地方少去為妙啊，或者一啲地方比較邪啲嘅？最其實咧，機場最邪嘅地方，即係唔計禁區裏邊啊，即係人都去得到嘅地方咧，最邪咧，其實就係喺一個瞭望台嘅一個我哋叫做，其實嗰個位係冇燈嘅，嗰位咧其實就係以前咁耐，我哋嗰度應該係四樓嚟嘅，瞭望台四樓嚟嘅，就喺嗰個位置咧，就係人都上到去嘅，但係嗰個位置咧就。夜晚黑就一定唔會有人到嘅。咁嗰個位置咩叫最邪呢？就係、是、咧，我聽嗰時啲聽師兄講咧話咧，嗰、那個位置最邪嘅原因咧，就話通常啲人咧喺嗰度送機咧啊，就喺嗰個位置咧就最忍唔住就望住啲飛機嘅。之後咧，佢哋好多生離死別嘅嘢咧，都喺嗰個位啊。即係話最後望到飛機就喺嗰個位。咁即係話，如果有啲 case 就係話頭先好似類似頭先所講嗰啲咧，情人走咗啊，死埋啦。咁啊，嗰個喺留喺香港嗰、那個，佢死咗之後，佢都懷念住嗰個送機嗰個情況咧，佢都會去翻嗰個瞭望台嗰度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四樓瞭望台，你大家有冇印象？四樓冇啊，好冇印象啊，真係，因為我好冇印象，好冇印象啊。咁講。是其實是一個位置，就係得一個位嘅，有個得一個位嘅，有個個係咪個鐵有個鐵絲網拍戲咁成日話個飛機走咗啦咁樣？唔飛機個鐵絲網嗰啲咧，喺街㗎，好喺街嚟㗎，好難喎！你點解街嗰度送機嘅咧？唔係咁，你拍戲嗰啲都係咁噶嘛？哎，出唔到飛機啊，望住架飛機飛起啦咁樣。因為機場唔俾拍嘢啊嘛，舊機場唔俾入去啊。系啊，连喺出边嗰个私房度拍咯，系啊。哦，明白明白。咁即系其实嗱，你自己本身你以前有做喺机场啊，咁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嘅灵异事件，听过经过经历。但系你会唔会识得我爹哋啊？应该会嘅，咩啊？就好难讲喎，真系。佢又好似暗串紧你啊！佢做乜嘢位噶？你爹哋？唔系嗰阵时，所有嘅保安咧喺机场嘅保安都系国泰噶嘛。属于太古集团，但系就唔应该 under 个泰咯。
佢可以话佢国泰，系国泰，因为我哋攞晒国泰嘅 offer 嘅。啊，即系咁，即系你爹哋做国泰咧，系啦，咁就唔系就唔系我讲嗰啲。又系最前线嗰啲咧，又系帮人check 就系扫下身上有冇嘢啊，跟住有时可能而家要坐 X-ray 嘅，大家会成日吊 pose 咁样咯，都系嗰啲嚟噶啦。嗯哼，但系而家香港嘅机场就系批咗俾以前嘅阿一嚟做噶嘛，通常都系啲警务员，系啦系啦系啦，佢而家就系呢度咯。喂，佢好劲噶喎，佢系冇迟到记录，翻咗呢度十几廿年工咧，咁样咧冇迟到记录，冇升 lift 喎，佢系攞年年都攞最佳员工奖，年年都公司免费请佢旅行噶，好劲喎！我唔得噶，我一个礼拜一定，可能一个月一定会请两三日病假嘅。咁呢啲你自己个人嘅嘢，你唔好讲啊。好个人啊，呢啲太过个人啦。呢啲嘢你唔好讲啊，你攞唔攞病假？系咧，成日以前咧，拍啦呢一个监狱风云咧，咁咪耳撇鸡嘅。嗰个相记唔记得啊？佢都喺里面做噶。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知道你讲边个。系啊，佢同佢复 friend 系啊。哦，咁样啊，可能我会见过你爹哋呢样嘢。系啊系啊，咁、我就真系唔知啦。系时隔咗咁多年。但系言归正传啊，又好老土咁讲言归正传啦。即系今次啊，请到鬼故往上嚟嘅话，咁就系梗要你讲下你自己自己亲身经历噶，真系。有啲缘分嘅。有咩啊？你讲咩啊？崔氏。我唔系我爹哋同你有缘分咯，可能所以先会牵引到我识你。但系头先我哋一开麦唔系话要听阿 Trace 讲埋佢有个古仔，系咪未讲完？系咪啊？我哋系讲咗你嗰个先啊 ，Trace。讲咗我先啊，系讲咗你嗰先啦，系快啲。老啤啊嘛，全上啊嘛，大家我都记得噶啦，上集嗰度唔记得自己听翻。有啲听众可能未听过，你轻轻讲下。往常未知咩发生咩事，唔系，但系其实佢知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咧想啲观众，有心嘅就听下上一集咯，咁样咯。我知道，系咯，我学阿花家最好运啊嘛，上摊重温，我哋呢度唔使钱嘅，不过啊，呢度唔使钱呢度，唔系你轻轻讲俾阿鬼故王听，你究竟系嗰单嘢系咩嘢？第一次 gathering 咧，屯门烧烤场嗰度啊。记唔记得啊？我未同你讲咧，系啦，露啤我同佢露啤一段时间噶啦。咁你见即系嗰个女仔几瘦噶啦，佢男朋友打拳噶嘛，都拖佢唔住，癫晒咁。跟住咧，佢仲搞笑，佢永远都系黐住张凳噶喎。佢就算要发嘢扮立嘢咧，都系黐住张凳噶喎。佢只手又唔够长，想攞啲嘢掉咧又唔够长，又唔起身行两步咯。咁佢啤多我几啤，闹多我几闹，我猛咧，其实系另一个人揞咗先嘅。嗰、那个阿芝小姐，佢一嘢抌落张台，我 baby 呢条仔唔嘈住，咁啊行开啊，跟住人到即系好自然噶。其实我哋都有教练镇嘅，师傅都话，其实如果有遇到啲事点咧，大家啊，梗系围埋个圈围住，唔好俾佢哋嘢点样喐嚟喐去咧。但嗰一刻咧，就好自发性咧，所有男士都企晒我嗰边噶。系咁，而我系啤住咗佢，因为佢对我老啊 ，sorry， 讲粗口啊，我好斯文嘅，唔讲粗口噶，但系讲粗口。收皮啦你，喂，等阵先，你依家突然间去得太快啊，又我反而系我自己唔系好记得，你系讲话系有次你哋 gathering 嘅宵夜食喺边度咧？残次喺门啊！哇 ，IFC 宵夜食咁正，屯门啫，喺屯门边度？我唔知嗰个叫咩名字，嗰个烧烤场嚟噶，个做咩村？唔记得咩村后边嗰、那个龙门居啊，定系乜嘢后边？我唔记得咗个烧烤场，我唔记得咗嗰个叫咩。佢出面又有一条大坑渠嗰啲咧，咁跟住系嗰个地方咯。咁嗰个女仔系发神经，系咁笑我老母，笑我老母，笑我不断笑我老母。但系即系其实佢系一开始系好正常嘅。即系你第一次见佢定点咧？第一次见佢，但系即系第一次见佢，你一见佢嗰阵时候，开头系好正常，同你有讲有笑啊，定点？即系冇理你，定系点噶？我冇同佢倾偈嘅，系佢对眼空嘅，正如阿头先阿鬼姑王讲咧，佢系玻璃眼嗰啲人嚟噶，一瞪起只眼嗰啲。
係，係好兇神惡煞嘅。咁唔係，但係佢未發癲之前咧，對眼都柔和少少嘅，係啦，柔和少少，但係咧都成日用啲唔，因為佢成佢個思想好似覺得我溝佢條仔啊。係，咁你問心嗰句你有冇咧？梗係冇啦，講真啦，好似我同你講電話咁，我成日話喂，我搬嚟同你住啊，你娶我啊，唔通我講真嘅咩？啊！你係咪咁樣？之前我同佢錄音嘅時候，我嚟講話，我真係欣賞你啊！你做得好好啊！唉，即係少少中意咗你添。咁我百萬零廣告啫嘛，都唔得，係咪五歲可以講我有少少咗中意咗你？但係咧到我呢個歲數去講就唔得咧，係佢就開始為我做假想敵啦。咁咁 OK 啦。其實呢批都唔重要，呢啲係事後嘅事嚟噶。咁但係佢一開始日頭冇事正常噶嘛，我哋有啲遊戲玩緊嗰啲咁噶嘛。咁跟住好啦，燒燒下我哋自己都冇理佢，我哋自己幾個人喺度傾緊偈啊，咁燒嘢食啊，同佢溝翻豬嗰啲一齊咧。咁跟住後屘就突然間呢個女仔就命令式咁樣。Kevin G， 你知唔知边个 Kevin G？ 你知噶啦，恐怖在线咧，佢有个群组噶。咁你有加到入去噶，见到你哋。跟住然之后，我 Kevin G 去对住 Kevin G 讲：，喂，你过嚟同我讲鬼故咁样喎 ，order 佢做嘢喎。跟住 Kevin 喺度谂一谂，都费事望佢。然之后咧，但系嗰阵时，但系即系嗰阵时，佢开始咁样命令人哋嗰阵时，你哋其他人或者佢男朋友会唔会觉得佢有些少唔对路啦？已经会啊。系啦，佢男朋友就因为行开咗去第二度，同几个女仔啊，佢哋啲CEO 倾紧啲上市嘢啦，可能吓，即系东头湾嗰个 ghetto 营里面嘅啲 CEO 啊，就倾紧内部问题啦，行开咗啊，咁啊有个佢不断有个女仔喺身边陪住佢倾偈嘅，咁啊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癫。跟住咧就喺度狂讲粗口，狂闹人。跟住突然间俾佢焦点揾到我去闹我，咁闹多我几次咧，咁我真系忍唔住啦，我兜嘢就随手立咧。其实我有个 friend 都好精噶啦，佢已经咧遇到佢癫癫地咧，静鸡鸡咧将个炉踢开啲啊，啲烧烤叉拎开啊。我呢个 friend 咧，佢应该系预咗佢会开拖咁样。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咪话用传相嘅方式去怒啤佢嘅。咁佢就唔發癲，係咁講嘢嘅，即係我傳上我自己個眼，跟住繼續望佢，啤住佢，佢就唔出聲。但係我已經攰啦，啤到攰啦，佢又嘈。我頂你個肺，真係嬲嬲地揼一揼張台，就兜個嗰個水樽咧，即係嗰啲即漏水樽啊，掉過去。頂最唔開心嘅就係攞個水樽咧，冇閂埋個蓋，點知淋到自己成身濕曬添。咁跟住一掟咧，我掉佢咧。佢又冇反應嘅喎，佢又坐喺度喎，又扮想搲啲嘢嚟立嚟掟嘅喎。咁但係由於工作人員都係一啲涉及一啲黑冇黑社會背景啦，但係啲民心大隻佬啦，咁啊行過嚟啦，已經聽到佢嘈過好多次，因為佢行成去廁所咧，真係連廚房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咪想立刀添喎嗰陣時？佢其實嗰啲工作人員已經叫佢幾次出翻嚟嘅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大隻佬過曬嚟，跟住佢竟然咧。小人哋阿妈喎，佢话关你啲咩咯？乜嘢事啊？吓，你即管讲啦，唔使惊噶，唔会影响你形象噶，你即管讲。你嘅，我斯文，一讲点佢哋嘅型，我话丢，关你谂事咩？而家系啦，乜嘢事啊？咁样喺度问大只佬，跟住个大只佬话：你癫，我拉捻咗出去癫啊！你讲，而家要你即刻走啊！呢个场我噶，你恰我阿爸，你咪黐捻线傻捻咗，打柒你都得噶。咁佢就咁跟住依家搞到咁大镬啦，咁跟住然之后，系啊，咁跟住我就同个嗰啲人讲啦，我话唔好意思，阿仁啊，系，即刻话做翻自己，如果边样有听过斯文讲嘢嘅仔啊，唔好破坏我呢个嘅形象，收皮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个大蛇佬就命令一定要即刻条抬佢走。喂，佢条仔打拳嘅，都好难抱到佢走啊！咁啊，形容下个女仔系大概咩身形咧？一五六啦，好瘦削啦。系，即系应该大概几重到啊？百一磅咁。佢应该一百磅左右咧，唔知有冇？一百磅 ，OK。好恐怖啊！佢啲瘦得嚟唔健康嗰啲嘅。
但是他当时他上即是你形容他上了身啦，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或不要说为什么 他是突然间还是怎样，都是慢慢的呢？之前咪突然一点解喺度喊啊，喊喊喊，因为佢同另一个女仔讲紧鬼故啊，问翻另一个女仔嘅时候，讲紧佢个朋友啊，佢点样死啊，不断喺度喊啊，无端端，跟住开始情绪突然间失控啊，即系讲紧佢个朋友系不断喊喊喺度喊到好大声嗰啲，咁我哋当然都唔系理都唔理佢啦，佢啲癫嘅我就心谂。咁跟住，然之後其實佢挑引我幾次之後，之前咧，即係我啲身邊嘅男士咧，都話唔好理佢，好傻啊，唔好同佢搭嗲，唔好成，我眼神都唔好接觸佢。咁但係真係忍無可忍嘅時候，你就冇得咁樣噶啦，無需再忍啦，真係。咁跟住，然之後點咧？咁跟住佢條仔，哇！又拉又抱又剩，都拉唔到佢出門口啊！跟住狂扯，咁喂佢最精彩有一幕咧，喂佢真系肉酸啊！佢着裙嘅，够胆死就咁踎喺度，俾人睇到佢条粉都红色暗打吓。跟住然之后咧，跟住佢条仔喺度拖，因为真系个墙真系唔用佢都喺度啦。咁啊不断发癫拖出墙门口啦，终于鞋都烂晒噶，成头成个膝头哥都烂晒嘅，又数臭佢条仔，跟住佢又一嘢咧。佢真系癫癫地嘅，佢兜嘢咧就揸落佢男朋友下体喎，咁佢男朋友就学犬嘅，兜就即刻咧即系本能反应一缩，跟住就一巴冚落去度，一脚再踢落去度嘅，跟住佢就定一定，跟住唔够三分钟又嚟了，又嘈喧巴闭，又呢样又嗰样又踎喺度啊，又话咩即系好讲埋啲好语无伦次啊，又话咩你用我洗我钱啊嗰啲咁嘅嘢啊，咁样无端端话。嗱，呢啲佢哋自己個人嘅嘢啦，唔關事啦。但係你有冇言語間有冇聽得出話唔似係佢把聲啊？又或者睇佢個樣或者眼神，佢眼神會唔會話有啲反白眼啊嘅徵象啊？其實已經係我同佢老啤嗰陣時候咧，其實師傅都話我有少少撩佢嘅作嘅嘢噶啦。跟住你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感應到佢有問題，但係。佢因為係咁鬧我，你其實師傅可以叫我當一個傻佬嘅啫，你唔使下下都要傳相，但你急緊急時候先傳相，就咁樣去制止去做呢樣嘢。嗰陣時係即係啱啱初學嗰陣時候嘛，咁跟住就靠傳相，咁咪傳相咯。都話我啤住佢，佢就唔出聲咯，用傳相嘅方法。傳相我試過幾現代化㗎，你呢個法係咯，咁快係咯，好現代化㗎，唔係。系啊，佢好多年噶啦，我师傅都佢系咩啊，都教噶嘛。你师傅追得上时代咯，系咯系咯系咯。唔系咁你点谂？继续。如果嘅方法系点咧？咁你未学得晒嘅时候，你冇办法做呢一样嘢嘅时候点咧？咁你要传上咗，定要睇佢咩料先咯。但系呢都系有啲挑衅成分嘅，师傅都话我系啊。咁你都等于同佢挑战噶啦，你特登去咁谂，咁跟住然之后咧。搞了好多个钟，跟住咧警察一到咧，我哋坚持要报警嘛，唔知系点啊嘛。咁但系佢澳门人嚟嘅，咁啊警察一到咧，佢好正常嘅喎，自己行上架车度嘅喎。嗯，冇再嗌啦。警察一到喺架车度冇啊，再嗌噶，冇再嗌啊，系啊，正常翻自己一个人啊，已经系好平静嘅，自己行上车啊。咁一齐车到屯门医院咧，佢又再发癫咯。吓，去到医院又发癫啊？系啦，咁因为佢啊啲死人差好乞人憎啊，嗰啲咩啊问系咪你真系有打佢啊？咁我哋个个都做证嘅，真系唔系个男仔喐手先嘅，系个女仔真系好野蛮，只不过系拖佢出嚟嗰阵时咩嘅啫。咁跟住，然之后佢几够胆死，因为即系呢啲情绪失控嘅问题，其实第一件事去到急症室咧，都要你去到一个入翻去观察房个边度锁住你。等你最快睇嗰個噶嘛，咁由於佢係澳門居民，唔係香港啊，所以就冇啦，叫出面大堂等啊。咁當我哋以為冇事，咁我哋就喺出面醫院附近等，睇佢哋咩消息咯。咁跟住然之後咧，突然之間佢男朋友打電話嚟喂，話佢條女偷走咗喎，行咗入去西嗰、那個輕鐵嘅嗰啲路軌嗰度喎。嚇！係啊！路軌啊！系啊，走去路轨啊，走埋入去嗰啲好直情走入去嗰啲有个水，即系轻铁路轨啦里边嘅。咁、我梗系通知门口嗰啲实区门口，实区又话做唔到，报警又话做唔到。咁啊，跟住然之后唯有就真系走翻去警岗，再警岗嗰度打三条狗去搵人搵佢。咁佢咧就要俾人拉咗，
就即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點，咁啊唞咗兩日喺醫院度，因為佢唔係香港居民，冇得擔保啦。咁佢男朋友就冇地方瞓，就嚟咗我屋企瞓嘅。嚇！呢兩日。OK。係啦。我搞咁大壇嘢，真係想嚟你屋企瞓嘅啫。哇！呢個真係犀利啊！都話咗佢唔係蠢嘅佢。係啦。有鋪排。係啦，有鋪排。我走咗嗰陣時嘅啦，我記得我係六點鐘走嘅。吓，即系六点钟之后发生嘅呢啲事，唔系啊，四五点开始嚟了噶啦，你可能坐得前啲见唔到啊。我四点钟我已经喺度噶啦，我六点钟走，我大概我三点零钟到噶嘛，嗰日我记得，我系。哦。佢都系三点零钟同你咁上一时间到噶，咁就可能佢比较癫啊，佢坐喺后面，跟住翻家之后你走，你又走咗，咁就留翻咁样喺度，咁然后其实个乒乓就系、是。即已經搞到好攰啦，大家成身成濕濕曬啦，咁佢希望佢哋唔聽。搞到成身濕曬係幾時嘅事先？即係佢男朋友同你去咗你屋企，搞到成身濕曬。係咯，係咯，好狼喎！你唔好亂咁噏，突然間佢聽到佢哋互劈啊！真係。OK 你講得差大佬啊！你講得搞到我哋會諗你咯。你個表達有問題啊！係咯。你自己急思想投票啊嗱！我哋好講民主噶啦，投票。禮，你哋好講禮義廉嘅我知。係我係受傷魚肉噶嘛，唔係咁隨便啫。Sorry。冇以為我好似，我把口隨便啊！但你手心如果我冇興趣，你繼續講。係啦，唔該。OK， 咁跟住，然之後大家都好攰，咁佢竟然，佢好馬氣，佢自己沖涼先啊，咁沖啦，佢翻攤咗喺 sofa 啦咁樣，咁遇到我沖涼咯喎，咁我沖完涼之後咧，我已經見到咧，我要行翻出嚟嘅時候咧，喂，咩事咧？成陣霧嘅，成間屋已經成陣霧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喺度抹緊頭，一路抹緊頭。跟住我望到個男仔個隔離有一個來者不善嘅，但佢唔係實體啦，係半透明長頭髮幾高嘅女仔，仲要舉起兩隻，即係唔係話舉起啊，即係好似貓爪咁嘅手咧，又唔係貓爪，只不過吊起咁樣樣嘅手，企咗喺佢自己又未瞓覺㗎，喺度撳緊機啊，企咗佢隔離，佢唔知，佢完全係唔知㗎嚇。嗱，等陣先，我想問下你，我呢度打一打斷先。我想問下你，據你認識嘅嗰個男仔啦，佢自己本身係見到靈體定見唔到靈體嘅咧？見唔到嘅。係啦，咁嗰一刻我見到佢係來者不善嘅，咁但係我又唔想佢知我知見到佢住，即係嗰隻嘢啊。係。咁我就繼續坐喺我張餐桌台嘅凳上面啦，喺度抹頭啦，等啦，我感應越嚟越強啦。佢都唔走，咁點咧？我慢慢下頭，我扮冇嘢，因為我梳化都幾大嘅。咁咧雖然瞓咗喺度咧，我喺佢腳尾嗰度咧都可以坐到喺度嘅。我又費事嚇親佢，所以我就喺個梳化嗰度翹腳，然之後咧就打坐。打坐咁嘅原因其實就係想降同啊，即係同身即係施工道嗰啲啦。咁即時我係眯埋眼做咗個動作咧，其實師傅嗰陣時未教我喎，嗰呢啲嘢。是做了一个莲花手的那些动作啊，完全是很莲花手的动作。咁做维其实维持了十秒到啦，我眯埋眼噶嘛，但喺我的眼前咧，我眯埋眼咧，我是感应到咧，佢是因为我做呢个动作而由咁样走咗嘅、哦。我是望到咁样走咗，由大门走嘅。佢系点样走啊？佢系一道烟咁飘去大门行走。有行走。是啊，但我眯埋咗眼噶嘛，所以睇到佢个形态噶嘛，系呢啲系好讲，即、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啦，眉心嗰个位啦，系咁样都咁样走嘅。咁我一走咗之后咧，我即刻就唔再打坐啦，咁就叫师兄走啦咁样。哇，成身软晒，冇晒力啊！你好似跑完十几次楼梯咁样啊！其实呢次我几感恩，我事后都有同师傅讲翻，因为我之后咧唔系冇事发生噶，系个嘴肿咗成个礼拜噶，翻管师傅帮我打散啲阴气咯，同埋做一个实战嗰个方法讲嗰个形式讲翻，同埋我哋都有两个师弟在场嘅，佢哋都可以做证，系当时真系发生啲咁嘅事，我嘴唔痛噶喎，但系肿咗成个礼拜噶噃，肿去打你个嘴啊，系咯，点解我嘴会肿？
有陰氣啊嘛。我師傅不嬲教我哋，其實啲陰氣流積咗喺度咧，就係、唔散嘅，聚咗啲陰氣喺度嘛，未必佢想噶。咁你係撞到啲陰氣，咁你咪要打，即係用翻整翻打翻散佢咁樣樣嗰啲陰氣。我喺個嘴度咧，係咯。冇得解喎，好多嘢都呢啲。唔係，你個師傅有冇同你解釋點解你個嘴會腫咗咧？佢話咧，其實好多人有唔同嘅地方腫添，有啲人喺身體裡面腫咗，嗰啲咪變腫瘤咯。所以有啲人有 cancer， 佢話呢個原因都係有噶。你陰氣流啊，你冇散到啊嘛。哦，係啊。咁即係話，即係話我哋頭先第一次講過就話，可能我點解遇咗鬼之後，突然間啲人會突然間有 cancer， 就係可能係啲陰氣積聚咗，而令到身體入邊就形成腫瘤。咁你個嘴有腫瘤喎，咁嗰陣時。嘴腫咯，跟住咪師傅會咁講，但我哋有師公噶嘛，已經保護噶啦嘛。只不過係咯，咁樣嘅時間係多事咗，因為事主冇向我求助，但呢間屋係我噶嘛，我喺度噶嘛。之後有冇聽到話嗰個被上身嘅女，即係我哋懷疑佢被上身啦，我哋唔係好肯定啦嚇。但係即係有冇話過佢之後會有啲咩事發生咧？又或者佢嘅男朋友又點咧？欲知故事发展，请留意 Part 3第三节。嗱，以上咁精彩嘅影片，大家系咪好想 keep 住继续有得睇咧？嗱，其实想 keep 住睇我鬼古王阿煲频道咧，非常之简单嘅，只要轻松嘅四部曲就可以支持我鬼古王噶啦。点样轻松四部曲法呢？第一，就是订阅我鬼古王阿波的频道。怎样订阅呢？其实在影片下底有一个红色的掣的，只要大家按一按它，就可以免费订阅到我鬼古王阿波的频道的了。记住，订阅是免费的，订阅了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鬼古王有新节目或者直播出街的了。你还不订阅？第二，就是分享我鬼古王频道的影片了。大家既然咁鍾意睇我鬼古王嘅影片，咁你嘅朋友或者亲人可能都有兴趣睇我鬼古王嘅节目嘅。而家只要大家做一个简单嘅 share， 就可以将我嘅节目分享俾你嘅朋友。只要大家将我嘅节目连结透过以下唔同嘅平台，包括 Facebook、WhatsApp、WeChat 或者其他唔同频道嘅平台，将我嘅节目连结 share 出去，咁你和你的朋友一样可以看到我鬼古王阿煲的影片。第三，就是看节目看埋啲广告。由于呢，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是一个免费的节目频道，只是靠 YouTube 少少的微博广告费去支持我的制作。如果大家看节目的时候连啲广告都飞埋呢，我鬼古王阿煲呢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的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看节目的时候顺便可以看埋啲广告，咁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阿波嘅频道啦。第四，就是随心资助我鬼古王阿波嘅频道啦。头先讲过，广告嘅收入系非常之微薄嘅，而且制作成本又非常之高喎。单凭嗰少少嘅广告费咧，鬼古王阿波频道咧系冇办法可以营运落去嘅。如果大家想一路 keep 住睇到我嘅影片咧，就希望大家随心去资助我鬼古王阿波。怎样资助法呢？其实非常之简单的。首先，香港的朋友可以透过现在最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支付宝香港。只要大家去到71或者 OK 便利店或者万宁屈臣氏，出示以下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简单直接入到钱下来给我鬼古王阿波的了。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我恒生银行的户口，大家可以直接入钱或者转账资助的金额给我，又或者寄票来到我的工作室。至于在海外的朋友呢，可以透过 PayPal 这条连结就可以直接资助到我了。而在国外的朋友呢，可以用微信支付这个这么简单的方法。以心换心，制作认真，只要简单的四部曲就可以支持到我鬼古王的了。是不是想看多些我的精彩节目呢？只要大家订阅我鬼古王阿煲的频道，
有新片发送，即时就会知道。订阅是免费的，你仲唔快啲嚟订阅？以下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影片，千祈唔好错过啊！